现在用的皮肤也就相当于，就是相当于专属的了，这种。对，还能在皮肤的基础上。那个猴属于是毛猴。哇，这你还不死？这还能不死？谢谢谁？谢谢真言啊，言胜，谢谢孟黄粱，感谢。时间蒙多皮肤，反正你也不玩猴。你都能想到蒙多，万是没想到的。哎，遇到大怪物。他刚才要是把我抠躲了，他还行。完了，这猪是你吗？是啊，我还在玩红钻。杀了分人。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。我的目标很明确。这瞎子有点东西啊，有点东西，略微有点东西。车你得补吧，妈的真悲呀！啊，对不起。Enemy double kill， 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我靠，丧尸之手打青钢影，好打。他现在敢过来 W， 我们直接一个疾跑，震回来，直接弹射起步，杀出一条血路。以前有俩粉丝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粉丝啊，有两个，在楼下。太人精，那怎么着？在楼下干嘛？在楼下堵我。我那天出门，上楼下本来准备要出门，底下有俩人堵我，说是我粉丝儿，要干啥来着？也不要签名。好像合影，我说你怎么找了呢？他说根据你发的这个微博的图片推测出来你在哪楼。可吓人了，有点吓人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我说我也没发过来哪，我在哪楼啊。他说你发在对面的楼。完了，他那天穿的那个半截袖是 LBWNB 的 T 恤。干啥来了？不是赶上来了吗？上啊！逃跑是没有用的，这不甩个啊？
路。来小龙宝，看看看，我一个屁，过来。先把瞎子杀了，漂亮！看看我们家的团战，先小龙啊，小他妈龙把他妈都杀了，那小龙不就是我们的了吗？咱们家这打得动？洛克萨斯即将崛起，你们打小龙，我去杀对面辅助。来吧你！你把这个眼儿，算了，我排吧，有可能劫会过来，小心点。这无人可挡的武力。剩下那个就没有伤害了。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硬杀我呀！瞎子呢？瞎子不是本地人呢，没用，他们家阵容不行，并且单带这一路还被我打穿了。不要犯任何错误，所以没用。我将死战不休。也管不住啊！
能出门，出门打不过，你得有我还有那个东西才能打。我们得打团，我们家团战厉害。那刚才如果我们去跟那边打团，那边也不能跟我们打，就不追他们，他们也进不来。这回可以追了。哎呦我操！我在干什么？还好我够优，给我打大龙！这都能扣空了，我不理解。很慢，别下去，保持警惕。啊！我的目标很明确。到这来呀，他们队友过来了。诺克萨斯即将追击。杀辅助，拽谁谁死。没辅助了吧？没辅助你哪好啊？这你能跑不掉啊？真能跑啊！我们家团战对面就一盘散啊。没有技能了吗？杀我来！杀我继续，给我继续追他！这瞎子，瞎子直接给他追死，就追到死。他肯定是跑不了。把他杀了！呀，循环。谢谢太红哥直播第八年的飞机。先别追，后排没去追，先别追。哎呀，喂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都没有蓝了，你别追了。没有夜 J。那也少一个人啊。好，这就可以推。保持警惕。要的，我找他。我找他来。我一个屁，我两个屁，我三个屁，我的目标很明确。硬猜呀，能猜标，那就硬猜吧。顶着踩，撤，小龙，
这我还拿一个干啥呀？哎，这咋勾不着呢？这啥玩意儿呢？怎么为什么勾不着啊？气死我！我一个屁，我疾跑一开，我闪现减速，外圈挂接平 A， 篮子减速拉回来 ，A 就减速，外圈挂，我一个屁，我挺进。那人跑了，这倒霉的！我炸他！哎呀！那行啊，爹，你要杀他，那我们就杀。你给我回来！这不把黄云打当人了。